是王真讲外环内圈布袋路的上口，特别拥堵，对前面讲哈，一个呢在画地上的这个规划线，然后呢在外环的隧道方向，只剩下左边的一号车道可以通行，让大家有点措手不及。对不起，汉州讲秀园路汤姆路的路口有一根故障，那还在说周啊，希望赶紧这个通知一下这个交警。嘟嘟，这个滴滴后提DDV， 他说是红山路的昌隆路口的信号灯不亮，路口的交通本来就混乱，这边有很多学校，赶紧请警察叔叔出手相救。浓浓咖啡，我是讲，我以为是说浓浓，浓浓，他一定要保重身体啊，喜欢听有跳跃感的声音，跳跃，陈俊熙，杨罗山路口东向北西方。一号车道是四车交通区，目前车道是非常多的。下面通往车牌二十四点，小姐。车牌二十四点，你来耍大牌。我过去欢迎在我们微信上的这个对方是国上网友发布的一张完整的机动车车道号码，对属于自己的车牌。选对一个机动车牌的一位，那二十四点，同志，没错，同志们。刚才有位收到我们的商务门报了，商务门报，他在现在的手机上了。如果你是我们商务广告和微信公众号的用户的话，就可以收到了。今天呢，再来看一看其他的两位获奖听众，一位呢是获得我们的这个我们商务公司上的广告很少听众朋友。希望可以在现场和大家共同互动，因为这次演完后面会有一个就是剧本见，就是因为叫讨论吧，就演完之后大家可以坐下来，就在现场和演员一起来继续讨论你观后感啊，这叫互动。对，好，那今天嗓子也不好，脑子也不好，那也叫讨论嘛，对吧？另外呢，这个关于我每天的168元的英式下午茶的欢乐宴也在继续，昨天获奖的是陈，方式非常简单，如果你接收到我